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啊，我叫 Queen。咁今日带大家睇嘅咧，就系澳门大型屋苑海洋花园一个芙蓉苑中层嘅 D 单位。一入到嚟啦，入到屋右手边，业主做咗个入场嘅鞋柜。行入少少，长方形嘅客饭厅，有露台嘅。仲有对流窗添，系啦。原本厨房嘅位置，原业主做咗个半开放式嘅厨房，我哋入去厨房睇下。U 型嘅设计好实用嘅，系啦。仲有窗添。咁呢个单位咧，806尺，露台望出去，一线嘅海景。呢个单位原迹两房两厕的格局，我哋睇下啲房间先。系啦，第一间客房好光猛嘅，四四方方。右手边原本两个洗手间，一个主人房嘅套厕啦，同一个客厕，原业主就将佢打通咗，做咗个巨型嘅洗手间。咁我睇下主人房先，主人房。都好大嘅，望出去景观好开扬，一样啦，望海嘅。咁前面系学校啦，所以楼高相对就冇遮挡，所以好光猛嘅个单位。海洋花园啦，清幽宁静。如果你都对呢个单位有兴趣，快啲联络我啊！我叫 Queen。中意影片嘅朋友，记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。想知更多市场资讯，关注我哋中原澳门及环球 Facebook 专页或视频号啦。